这一集送上就是准决赛的循环制赛事中，东丽队对着电装队的比赛，东丽对上两场的赛事都是赢波的，电装队的成绩就是一胜一负。东丽方面就这场波穿起蓝色的球衣，电装队就穿起黑红色的球衣。 要留意，當然就係電裝隊佢哋嘅外援啊，就係來自多明尼加嘅帕拿啦。至於話東麗隊咧，亦都有一個外援嘅，就係荷蘭嘅外援啊費納。但係咧就費納唔係好多時咧，就係一定正選上陣啊，因為東麗方面佢哋自己本土同個實力咧，亦都相當之高嘅。咁包括亦都有國手喺度啦嚇，國家隊嘅成員啊，有啊方木佩里香咧，大家會熟悉啦，有木村沙織啦。 分数咧就一开始，连庄队攞两分先。邵伟一个飞球，因为起跳嗰点咧，其实真正同佢打波嗰点咧系有少距离，即系话喺空中嗰个嘅时间咧，佢又要向前做到少少嘅移动，相当理想一次进攻，一传麻麻啦。 只可以俾到彭拿去打，但又俾人拦到喎。彭拿呢位外援咧，个人啊够高，亦都有弹力，咁但系硬系啲击球点咧，真正到佢落手嘅时候咧，有时选择得唔系太高，或者打波嗰个嘅扣碗动作就唔够实净，咁所以力量系有，但系好多时俾人拦到嘅机会咧都多嘅。不过佢力量够嘅话，佢捉到你一次个拦网，跳嘅时间冇咁好啊。 或者打到你嘅手尖咧，佢个分就攞紧啦。科姆佩里香喺个快攻位，亦都表现一次嘅短波战术。嗱，呢就系佢嘅技术嚟嘅。面对面有一个系拦佢嘅，但系佢就可以避到手去打，都系打个快攻，亦都落碗落得几清脆。虽然个时间啊喺快攻嚟讲咧。 唔算係太過快速嘅，但你總之咧個手感扣得靚嘅話咧，後排球員好少話站到咁前去起。呢個波自己尾置亦都打得好，相當勁嘅開波，一傳破壞咗。呢個波啊，究竟係塌塌地定係真係咁好嘢？臨尾啊收力去放個位置咧嚇，打波嘅就係木村沙織嚟嘅。 似乎真系故意放呢个位置。呢位球员当然啦，国家队亦都打唔少，咁所以经验系相当好嘅。东丽队其实胜在咧就系成队波嗰个嘅大赛经验噶，亦都个配合咧好纯熟。佢哋嘅扑球手就系中道同啦吓，后排嘅进攻。 个配合佢哋真系好好嘅，见到中道同埋个波未掂到个手嘅时间咧，就已经逼停沙织咧准备起跳嘅。咁呢啲波就令到拦网球员根本都怀疑唔到咧后排有个飞到上嚟嘅，比前排嗰个起跳呃咗啲。呢个波应该系好球嚟嘅。 对住强队电装队，如果可以喺个头度带到出嚟咧，就有啲机会去爆冷，因为始终实力嚟讲咧，佢哋喺常规赛个名次系第三，而东丽队名次系排第一嘅。好球！个停空亦都几耐啊！呢个快攻手二健子。 不过佢嘅身形又系喺日本球手嚟讲相当好啦，1米8啊有。但呢局波一路都落后住，但有冇机会平手咧？由佢嘅发球可以追成平手，分数6-6。而健子亦都系一位年轻一代嘅球员啦，今年20岁到嘅啫。 两个发球都咁有威胁力，直接攞分，咪反超前电装队1分啦！而家就。
一個平飛的開發嚟嘅，個速度是相當快嘅佢得。起到個波就唔同啲啦，立即個四號位咧就止一止血。石井李沙打完個波啊，啱啱好啊落後排啦又，分數7-7。去到第一個技術暫停啊，邊隊攞都好啦，都只可以帶住一分啫。又是後排的進攻，相當欣賞啊！碧田沙織打嗰啲嘅戰術波，騰空能力佢亦都好夠呢個球員，即係一個彈弓人嚟嘅嘢。咬住咬住，再次平手。個波開得好噶，搞到對方起得唔靚，機會嚟翻自己度棒啦，冇錯啦。總之你個點攞得夠高去到打嘅話咧，對方攔到都係佢嘅手頂，咁呢波就容易咧撞到出去，變成一個觸手出界嘅。但如果你落手個點低嘅話咧，就反為對方會攔到你。個波特登唔攞嘅，亦都一個。判斷是正確啱的，分數9-9。教練白川實啊，今日都當然係會有啲擔心，因為始終對手啊實力好強。盼娜要靠你啦！呢場波呢一點又係攞得夠高，又係夠殺食啊！連續兩個四號位嘅進攻，佢都可以高點去打。嗱，佢夠高點打嘅話，大家見得到啦。藍網強嘅手咧，其實真係個手腕掂到嘅，就唔係話前臂掂到。前臂撞到個波咧，就容易攔到個好波。又一個發球生，連續兩次啦。兩個唔同嘅球員都係對方啊，唔使起波都攞你呢一分。不過呢個波佢就拗啲咁多啫，都唔好太怪佢。10-10，個波淋唔到過去。開失波嘅就係方木佩里香，盼娜佢個發球又係可以有威脅嘅，不過就開失咗。咁對於電裝隊嚟講，最近幾個發球輪次都直接一下就開失，其實呢樣嘢咧就令到成隊波有時咧有打擊到信心嘅問題，盡量希望可以穩啲啦佢哋。好啦，呢個波進攻就攞分啦，跟住睇睇你個發球。咁啊得分方面咧，就石井李沙真係做得相當唔錯嘅，即係有時咧就喺啲比賽度咧，佢又唔係咁多波打，但係咧就今日都幾多得分，快攻假嘅做到個戰術。而家少位嘅球員咧，都係會打呢啲短波戰術嘅啦。今次成功打到嘅咧就係木村沙織，即係有啲似係一個前交叉嘅打法嘅。回飛有啊，但攞個長線又救到，修正翻來回扣呢分波好幾次，有冇踩界？冇嘅話，成功嘅後排進攻嚟嘅。睇做咩戰術啦？做翻個短波來回球啱嘅，做比快攻，係咪再比？但呢個起波就唔得啦，唯有比四號位啦，都係開望嘅，唯有又再次比四號位，嗱無端端有個差消息，啊佢都諗唔到，做修正波做得咁辛苦，啊跟住有個差消就食得好舒服。呢個波咧就有啲要掛一掛嚟木預子啊，後托俾咗叉燒人哋，掩空咗噶啦，得一個籃，咁兼且仲係咁矮嘅中道同啊，1.59米嘅啫，嚟到做籃網咧就形同虛設啦，任打啦，13-13。到位俾到後排進攻，咪幾乎咧就～
逢親碧田沙織落到後場嘅話，就打好多呢啲後排進攻噶啦。身高只係得1.75米，但大家可以見得到啊，個彈跳好勁啊！扣球摸高點去到3.05米，都幾誇張。冇咗一傳，中間啊隔硬先俾佢打嘅啫。嚟多次啊，仲係立定起跳添，所以唯有陰波啦。呢邊陰都冇得陰，要安全過網添。機會嚟啦，快攻掩到俾後場。彭娜話：你幫我掩一掩啊，仲好打啲。咁所以當佢打嘅時候咧，就已經係第二下起跳噶啦。科目佢哋向，逢係第二下嘅起跳咧，個高度當然冇第一下起跳咁高噶。掩得靚，但呢個波咧就幾乎夠到嘅。佢就覺得自己係成功起到波嘅。自由人就係真柴少紀。呢個波嘅爭持真係都相當激烈啊！平手次數就多啦，同埋好多時都係一兩分之差嘅啫，個差距。又追平啦！呢場波對住東麗隊咧，就呢位外援球手彭娜一定係要即係叫落好多嘅體力去做噶啦，因為休息就冇乜，打波次數又多，去到後場又係佢咧就主要做個攻擊嘅。莫開西呢個波就俾東麗隊帶住一分入去第二個技術暫停。咁啊，第一局嘅爭持啊，就其實一路個發展咧都幾大家爭持得緊要嘅。但是做了後段咧，過咗呢一個第二個技術暫停之後咧，就東麗隊反為衝分次數多了啦。所以而家咧去到呢一個過咗二字頭的關口咧，佢哋帶住如果有得四分或以上，咁啊好好打啦。領先住四分波，盼啊，咪一路都係嗰句噶啦。今日如果佢打嗰個點進攻點攞得夠高嘅話咧，都冇乜邊個可以成功攔死佢嘅。頭先又係靠佢咁樣咧就攞分。咁啊，達川實教練咧都一路冇乜表情噶啦。不過佢係一貫都係比較少啊，即係笑容嘅。後二呢個彈弓人最犀利，停喺個空中啊，好耐都唔跌落嚟咁嘅。個身形方面咧。就其實碧田沙織咧就比較溜秀啲，其實唔緊要嘅。打呢啲戰術波嘅球員咧，就其實最緊要個節奏個速度夠快，喺個移動上高啊。咁啊，佢又有咁嘅彈力，咁啊更加稱職。哇！曳啲喎，彭娜呢個波，即係除非 set 得好曳俾你，呢啲波你一定要處理得好啲。咁啊，你已經係隊中個攻擊能力比較強嘅一個。如果你都打到呢波咁曳嘅出嚟咧，其實你哋自己嘅隊友係會失咗啲信心嘅。好在呢個波隊長打得靚，啊都勤力嘅彭娜救起呢個波嘅。陰住先，又救到，俾到二號位打，啊都努力咧，係有回報啊。對方兩個進攻，彭娜都係夠勤力去到救起嘅。但係都仲係相差四分噃，就係去到20-16嘅時候咧，一人一分上，幫助都唔大。呢個發球直接攞分咧，有啲幫助啦。最緊要係衝到分，都破壞咗一傳喎，有反擊機會，有啲好彩啊！呢個波又係撞撞下救起咗，再嚟過。都是比四號位，因為呢一輪啊石井李沙都幾順嘅，大家鬥打四號位之中，木村沙織打個觸手咧就好啲。個選擇咧就係打兩個人中間出現嘅少少罅啦。中間打牌靚波嚟嘅，呢、這個快攻好清脆。大成場波嘅第一個就唔夠多啊，叫做
但打呢個快攻就真係打得好靚。打波嘅就係井上望奈珠，後排進攻炒咗波底，呢、這個波飄咗出去嘅，都係做比啊碧田沙織噶啦。時間其實好似冇乜大問題嘅，只不過佢落手嗰下個手腕扣唔到啊。嗱，對方追近咗啦，而家只係領先兩分波，不過佢哋已經到咗23。攞多一分添咧，個心理壓力就唔係太大噶啦，因為佢哋一次攻做唔做到，對方救到，第二次嘅機會再做俾少偉，今次真係由右抹去左嘅抹槍式打法啊！高田亞里沙攞埋呢一分穩陣啦，去到24兼且有三分領先咧，個人勁好多嘅。咁即係佢哋有三個嘅 set point， 作個調動啦。風川沙紀出嚟，不過可能只係幫手開開波嘅啫。個人就幾高噶，1.78米，接近1.8米嘅。俾到四號位高點扣殺成功，救翻一個 set point 先。夠多兩個先至可以有份打貂蟬。一傳靚嘅，快攻打到，但後排起到。盼拿，靠你啦！叉燒啊，終於盼拿打完咧，對方頂唔住個力量，就俾咗個叉燒過嚟啊！俾阿井上望奈珠去搞掂，又夠多一個 set point， 夠多一個就打貂蟬啦。打個發球夠唔夠威力啊？都起到嘅，俾到個背飛落到手，咁啊真係僅勝利啊！呢個第一局就贏25-23啊，東麗隊變咗咧就喺第一局相當好睇嘅情況之下，佢哋領先1-0局數。賽事啊，電裝隊其實個局初係帶咗出嚟嘅，不過最終咧就輸25-23啊，留緊一局波。第二局的賽事呢，就如果彭娜表現得好的話，這一局就大機會拿了，因為第一個技術暫停都有5分的領先，即刻給彭娜去攻，避到對方籃網球員就可以了。這邊投訴說那個球出界，但施時元就很有信心地指著地下說這個好球來的。慢鏡看回了，網又打了，劈了個直線出來，你唯有望佢喺個底線出界，但係之前好清楚，頭先話好球啊，呢一個佢啊話出界啦。咁所以咧喺近佢哋嗰啲位置，距離主裁判遠啲嘅地方咧，就都會幾靠之前個判決。咁所以主裁判都望一望佢哋到位嘅，爭啲打打唔到啦，就唯有咧用上手推波。咪見到有個空位就推咗個直線，但係出咗界啊！位置係空嘅。東麗教練咧就係間野恆一郎。準決賽循環制之中三場波啊，佢哋已經攞咗頭兩場嘅勝利嘅啦。哇！呢一局嘅落後咁多咧，佢係有啲擔心。呢個波處理得好。東麗隊勝在咧就啲球員嗰個嘅經驗真係好夠，因為呢啲波其實真係唔容易處理嘅，幾乎係一步嘅助跑嘅啫。咁你如果真係要打啲好有威脅嘅波出嚟咧，係唔容易。咁所以咧就本川沙織頭先做到噶。啊，彭華呢個修正波唔係咁靚，自己隊友打唔到啊。佢再嚟個邊個修正？托球手修正係好啲啦，打得舒服啲。抹抹手，俾一個嘅後排進攻，因為碧田沙織喺度，跟住俾阿木村沙織，呢幾個進攻都係兩個沙織啊喺度搞掂曬咁滯啊！轉一轉，俾快攻手，第一下手起咗，跟住俾阿木村沙織，哇！精彩啊呢一分，
中道堂今次俾边个呢？今次俾碧田沙织，系咁三个点嚟到分啊！四号位后排进攻快攻，跟住又四号位，跟住又后排进攻，不停喺度变个点。个配合大家之前一定要即系默契好好啦，所以咧就 set 个波都未到手呀，见到碧田沙织已经系助跑咧，准备起跳噶啦。呢啲嘅默契真系一流。胡川沙织打斜线，但系吸唔到手腕啦，又系。今次打得曳啲啦，仲系落后紧五分波俾电装队。靓嘅传嚟噶，打得好实正。其实易建子呢一场波真系打得好好啊，好有信心啊，感觉上佢出手。所以冇辦法啦，宮田由佳里咧都唯有做住後備先，因為咧就易建子真係打得確係好，呢個波個戰術做得好啦，拉空咗俾二號位去打，咁所以檸木裕子呢個波咧就打得叫好輕易嘅，空曬網嘅，冇人攔嘅，一人呃曬啦。快攻有搶，直接俾到。易建子又可以在個快攻度攞分，大頭影一影你，因為呢一場波嘅表現暫時係非常好嘅。打完快攻就落後場開波啦，但係呢樣嘢要攬一攬喎。攞咗分之後啊，咁輕易就失咗一分去。一傳唔靚都照俾貝菲啊！對於咧科目貝利香好有信心喎，阿 Set 咁當然啦，中道同埋佢亦都夾咗個時間比較耐啦。係嘛？咪雖然話中道同落咗後場啊，前邊嘅籃網咧，東麗隊會好啲，但係對住彭拿，始終咧就佢如果高點打嘅話，你好難咧。是可以攔死，甚至乎看個波嗨唔到啲，少少都嗨唔到。俾咗快攻，靚波嚟。呢場波見到好多靚嘅快攻出現喺楊子咧，東麗隊身上啊。一個就係易建子啦，一個就係科目佢哋香喺個快攻位咧，係打得比較出色嘅，相比於對方嘅快攻啊。呢邊比較出色嘅表現當然就係彭拿啦，呢兩個進攻連續都係籃網球員掂唔到嘅。以佢個扣球力量，如果前排球員啊喺籃網上都掂唔到咧，後排都幾難守得起。又係快攻得分，東麗隊都要靠住啲靚嘅一傳。做多啲短波去將個分數試下咧，就一啲一啲衝上嚟啦。你話一段就已經衝曬就幾難。呢邊又係一個背飛，但係嗰個速度感咧就略嫌係慢啊，成個背飛，所以俾對方咧就好容易單對單捉你個落點，因為你已經走得咁出，冇得再向右邊嚟到起，即係飛出去噶啦。所以你打的時候就啱啱好被木村沙織捉到曬。彭拿佢亦都被人罩死啊！呢球叉燒食咗落去，對方有難，但係難得出界。咪變咗喺第一個技術暫停，第二個技術暫停都是有領先嘅，咪兼且四分波嘅領先是幾好下嘅。不過彭拿你唔好咁輕率就將個波。即係勾得咁緊要離開，好多時就話佢嘅手腕控制咧，其實仲有待改善。呢啲就係個手腕吸得唔好咧，勾得咁緊要。
見到啦，原來加內美出咗嚟代替中道同，佢係高少少嘅比中道同啊，矮得滯啊，不過都仲打到。其實呢個波俾得唔係太靚，但係今日以劍指犀利，屬於一位啊後備嘅快攻手嚟嘅。但係今日嘅表現真係好大機會為佢帶嚟正選位置啊！往後二號位嘅進攻有啦，得一個難，亦都被倒手去打。中間個被快攻拉開咗，其實木村沙積埋去攔嗰波咧，佢都冇乜位打，就係啱啱好一個波位俾佢穿咗過嚟。後排進攻守起咗，連續俾兩次其實好攰嘅。後排進攻球手個助跑咧係需要好長，個對方打你一個咧就打到你跌緊落嚟嘅籃網啦。呢場波暫時咧，彭夏個發揮係相當好啊！雖然有待改善嘅嘢都仲係多，但係咧起碼得分，佢誒個把握相當高，個百分比高啊！要做到咁睇下啲四五分波可唔可以帶到內局尾？因為佢哋落緊一局嘅，第一局就俾東麗隊攞咗先。不過咧，又唔算話輸得好曳啊！電裝隊第一局咧都係輸兩分嘅。咁啊，配合上高好大問題啦，吊住咗進攻球手，係完全掂唔到波。即係佢跳緊上去嘅時候，個波又啱啱又係上緊去嘅，變咗一路都係距離個位置咁多，咪一路都掂唔到。打到捉手，靚波！高田阿里沙又是攞到個高點去打呢個波。嗱，田壯主教練啦，打穿實呢個時候都要停一停啦，因為不是落後緊，而係俾對手追得好近。呢一局已經係佢哋即係好嘅機會攞翻咧，就一比一嘅局數。因為在第一個技術暫停又帶住好幾分，第二個技術暫停仍然都是帶住咧就有四分波，咁但係最近被對方衝到分，仲係咧未停添嘅，咁所以呢個暫停咧就叫嚟係就一陣對方亦都希望一出去咧就可以止一止血，咁睇成唔成功啦，暫停誒就一陣到對方嘅啦。大概一傳做得好唔好啦，亦都打唔打得穿對方嘅籃網。咪自己嘅進攻失誤咧，就當然盡量要減少啦。因為進攻失誤算一個低水平嘅失誤嚟嘅。有時主教練都要問問記錄台方面啦，位置上高即係。究竟會唔會有少少錯？咪分數上高咧，就只係領先啲咁多啫。少少優勢，咪睇可唔可以解決呢一局？教練都鎖定咗，咪比賽繼續。嗱，打到後場進攻，咪睇可唔可以喺呢一局裏邊，如果反超前而贏咧，你真係會打窒咗電裝隊。邵偉都算攻得幾靚嘅，石井李沙，跟住到彭拿音波。嗱，過咗佢個威脅性有，但係睇到咧就賓紐華塞利咧都到㗎啦，呢個自由球。咁所以呢個選擇咧就彭拿就麻麻地啦，選擇得。一如你就咁要陰波嘅話咧，最好都係攞到最高點去到放個波。但係你後排起跳而放虛攻咧，其實係好困難。
不過佢可能覺得唔啱打個波。今次升得好啲啦，哇，勁到啦！但係對方過嚟又夠快喎，所以攞得都幾辛苦。好在補翻一下，唔使煩啦，下下打啊！今次到嘅石井李沙幫下手啦。彭娜就上了前排，我頭先真係幫到手啊！石井李沙，貝飛有找到嘅，不過真正俾係俾後排進攻咧，就俾阿碧田沙織去打。其實呢個戰術都相當欣賞啊，東麗隊四號位又準備入嚟打一個彩虹球啦。方木佢里沙又準備走去打貝飛啦，原來中間殺咗個碧田沙織喺個中間位置度打，咁所以籃網球真係有時估佢唔到。呢邊嘅估到都好難攔佢啦，因為真係實在高啊個點，都係兩分距離，帶多幾程就到終點噶啦，希望叫帶得住。拉到個網難起啲嘅，都起到，起到碧田沙織。其實佢自己可能覺得打得最順暢咧，反而喺後排啲位置，因為有前排球員幫佢咧就做少少咧，就戰術去拉開對方啲籃網。喺前排咧就冇啦，佢要靠個人嘅技術咧去避到籃網球員啦。爭少少個波就好聚嘅，但喺邊線出咗去。所以仲係兩分，個波一路向右飄啊！啲慢鏡又睇到啲波嘅飄忽性嘅，幾乎派頂啊！吳川沙織而家係個四號位，二號位就係碧田沙織，即係兩個沙織都係前排。方木權啊，一路掹住佢啊，因為知道佢失咗重心，順便啊恭喜下佢，真係跳得好高啊！呢個球。身高只有1.75米。隊長話：我掹住你，唔使飛過對面啊！呢個發球輪次，睇追唔追成平手啦，可以。中間打二，又得翻好似一個籃嘅喎。所以仲係呢一輪嘅發展咧，一人一分上咧，就都變咗係一分兩分，一分兩分，一路都係可以有兩分帶住嘅咧，就點裝頂？好球！個停空力真係強到不得了嘅，呢個碧田沙織，即係有彈力之餘，個人亦都可能輕綁啲，所以停喺個空中咧，就感覺上咧就耐少少。快攻假嘅，彭娜先係真。咁佢打嗰個嘅點咧，幾乎就喺個快攻嘅身後邊嘅啦。咁所以咧就真正嚟講，籃網球原來跳咗快攻之後冇辦法再跳咧，就愛嚟攔彭娜呢一個後排進攻。去到 set point 啦，有機會追翻一個波到位嘅，夠到，再俾個後快靚嘅呢個波。但呢邊的防守也都好嘢，一個後快打得好好嘅，前快掩俾四號位，自由人失咗啲位啦，即係側身控唔到個波，咪變咗咧就攞埋呢一分咧，電裝隊就可以追翻一局嘅賽事。呢一局佢哋贏25-22，大家個分數咧兩局嚟計邊個贏都咧都係贏得叫好少嘅啫，1-1嘅局數。電裝隊追翻一局波之後咧，就第三局嘅氣勢仍然維持到，領先住8-5喺第一個嘅技術暫停度啊。不過咧就當然佢哋有咁嘅表現咧，就成隊波即係都叫做平均演出好咧，都要讚一讚啊彭娜。彭娜喺今場波裏邊個發揮咧，比起佢上一場賽事係要好嘅。咁啊，佢比較曳啲嘅一場演出就係佢嘅準決賽裏邊啊第一場波，
隊長開失咗，但係就喺第二局，亦都係第一個技術暫停都有少少嘅領先啦。咁而一路可以帶到佢咧，就贏到第二局嘅比賽。咁睇下呢一個嘅優勢可唔可以又為佢哋帶嚟咧第三局嘅勝利啊 ！Pan 啊，呢個波自由人啊捉到路噶啦，不得華塞里。咁以佢咁勁嘅進攻，自由人可以掂到個波都算佢好嘢噶啦。靚噶一傳前交叉，波唔啱時間打，又係靚嘅一傳，快攻俾對方攔起咗，跟住打翻反擊，望望後排，見到木村沙織準備起跳，都試下俾佢啊！唔係淨係碧田沙織，我打曬，再俾木村沙織，哇！但係佢連續兩個都打得好辛苦，因為升到俾佢嘅點唔係咁準啊！今次俾阿碧田沙織，咁啊升嘅點啊好啲，佢都打得唔錯嘅。咁啊兩個沙織都係後排，而家咁啊前邊咧就頭先俾到高田阿里沙嘅，但係都係枕住打後排進攻為主嘅啦，因為有兩個打得嘅而家，打咗好多好多次後排進攻，見唔成功攞分。中途圖突然變一變，就放一個二段攻擊，啊、反而咧就攞到分啦。因為對方一路一起得靚嘅呢個波，一路估佢會升咩波呢，結果原來佢撥咗過嚟，耐唔耐用一次真係非常有效啊！好衝個波，一傳冇咗，夠到噶，但係冇人修正，慘啊！呢個波中途圖如果呢個波要佢起第一下咧。其實方木佢哋響應該做個修正，不過佢又準備褪後咗，準備打，咁啊冇人去做呢個修正啦。相差四分，靚嘅，一傳好就有短波打，好翻數啦。方木佢哋響喺個背飛度攞翻一分。即係頭先有一個修正波咧，就照計佢攞就好啲，但係佢唔攞，結果失咗個分。十一號嘅豐田沙紀入替咗，又直情放佢入嚟打個前排位置添嘅，咁啊犀利喎！一出嚟就攔到對方個背飛喎，所以佢特別開心。出嚟第一下嘅籃網嘅啫，連續衝咗兩分啦，一個籃網，一個發球直接得分，咁啊變咗追剩一分啫，而家就真係要靠你啦，彭啊！上到嚟前排，咁嗰啲短波戰術好多時都係做掩護嘅。枕住都係比佢多嘅，起得靚唔靚？麻麻地啫。碧田沙織坐住先，但係都有幾欣賞呢個球員嘅鬥志好，有球味，同埋咧個體能好啊。因為你諗下佢成場波要跳幾多？後排前排都有好多進攻要佢打，都盼拿去高點打啦，但中道同手起咗，木村沙織搓住先，又係盼拿，都話枕住係你噶啦，即係可能我打成嘅波都會俾佢打嘅，靚嘅起波，靚嘅一傳。做到戰術的掩沒都是被他為主的，就是幫他掩空了一些籃網，讓他易打一些，他陰波夠到的，修正的多數找他添啦，仲大家都是過渡波而已，不是大力強扣，
呢個就是大力強救啦，啲填沙積嚟嘅，攔起咗，但係個波真係實在個力量夠，撞咗向側邊少少走咧，都已經攔起啦。撞翻去自己嘅後場咧，後排都仲有權起到波。呢個波係防守完先嘅，自由人 set 俾阿彭娜。俾邊個都變一變，唔俾彭拿住，俾咗個後二，但係殺唔死之後咧，對方又係打個後波，逼田沙即刻攞分。所以有時又唔可以枕住俾曬咧就彭拿，但係有時唔俾佢嘅話咧，俾其他球員咧嗰嘅得分把握又冇咁高啊，所以 set 有時好難取捨嘅，靚㗎。個波喺呢個底線前落，但可惜邊線之外出咗。個波係聚得好快，即係呢啲波咧，如果開失咗都唔太怪，因為個威脅力咧係足夠。一傳到位，前交叉解嘅，俾到木村沙之打四個位，打到觸手嘅，修正翻。木村沙织就望右打咗，似乎抹咗落去铃木裕子度。两个嘅拦网起跳时间都准嘅，不过拣矮啲嗰个嘅手边去打。后排嘅进攻个波出咗界啦，因为佢个点唔系太啱打，向前冲咗之后咧就冇乜位置可以拣嘅。都唯有落手，你除非又是後排進攻放個虛攻，咁呢個比較少會咁做，爭一分嘅就大家，犀利啲救波真係，雖然都係要輸，但係嗰啲嘅鬥志真係好。自由人成功將個波攔咗個對面嘅啦，不過對方就把握到個叉燒。嗱，電裝隊。睇下個氣勢可唔可以維持到，局數都可以反超前啊！先輸一局先，第二局咧就一早啊帶咗少少嘅差距出嚟，維持到尾，結果都仲可以贏叫少少啦，贏三分波。不過第一局佢哋都係輸兩分嘅，即係大家贏嗰局波都係贏兩三分到嘅。暫時呢一局嘅相差兩分。可惜冇人攞啊！雖然彭拿咧將個波係撈到翻入去嘅，暫時呢一局領先嘅時間都係電裝隊為多，但係而家俾人又追到只係落後一分啫，靚嘅呢個波，避到手選擇到個變線打到個直線出嚟。搞到咧就自由人，只可以中到嘅上臂位置，即係嚟唔切反應嘅。後排打，自由人有反應，但係個波因為個飛繩問題啦，面對嘅角度咧就靠個反應去撞個波嘅啫。咪對到正啲嘅話，個波起高咗喺自己場區入邊咧，又係好做啲啦。但係呢個亦都唔怪得自由人啦，個反應都算快嘅。李健之嘅發球，救起咗對方四位強攻，而家係風川沙紀打咁嘅四位嘅，咁佢打唔死人咧，就到對方打翻個四位，就攞咗佢哋一分，所以仲係維持領先住兩分波，幾乎東麗隊可以追成平手嘅，因為頭先有個反擊機會。一傳係麻麻地啦，進攻機會係俾翻電裝隊嗰邊，彭拿強扣對方後排手氣嘅，跟住咁樣都當係一個攔網攔起啦，但其實好開網嘅，真係贏在整上落去豬嗰個嘅離網又比較低嘅位置嘅攔網可以撞翻嚟啫，即係有啲運氣。
又拉開了一些，三分距離。中道同又嚟啦，又嚟一個嘅二段進攻。呢、這個進攻又係一個陰波嚟嘅啫，即係主要就對方以為係 set 波，佢又好耐先做一次呢啲嘅。你話做得太密，嗰、那個嘅功效會麻麻嘅就會。有冇啊？呢、這個波之前兩個都只中，雖然啊，今日係一浪教練啦，好激動就話個波係出界，但係最終個判決係中嘅。換一換啦，大竹里步入替，身高1.82米，都係做一個籃網嘅。但係出嚟籃網可唔可以成功為球隊攞多分啊？不過發球已經令對方搞到比較麻煩啦。盼啦，打落去仲好啲嘅波，陰波俾人起到，過到去嘅，好可惜。呢、這個波佢照太陰濕，你話就咁易不過對面就好容易可以做得到，但係佢啊想放一個幾毒嘅波，放一個近網波，放到係好威脅嘅，對方做得個一傳會唔靚嘅，但係放唔過網咧，反為輸咗呢一分。大中里步咪完成自己責任啦，攔咗即係準備叫做放出嚟攔網，完咗就出翻去噶啦，已經到阿彭啦，去到表演啦。呢段時間都一路係兩三分嘅差距啫。之前有段時間就一兩分，而家就佢哋拉開過一分之後咧，保持住有兩三分，夠到。反擊得唔得？坐住先啦！快攻抹得靚，呢、這個波咧就唔係真係打落去嘅，但係撥得好快個動作。方木區呢香吸得靚嘅手嘅，前臂冇乜發力嘅，係夠曬數嘅啦。食得好正呢個叉燒波。唔使大力打落去，見對方有人攔網，你只需要撥去攔網球員個手邊避到嘅手，咁往往咧個波就會好短噶啦。咁對方啲補位啊，通常都唔會可以補到個位置。20-21，快攻有上，但係個波似乎打咗出界。球證望一望思前，思前話好球嘅。他就話：大家不要勞嘈，他就看到是出界的。咁呢邊教練達川實緊係唔高興，佢覺得之前咁近睇到，你都仲係要 overrule， 話但係唔好咁激啊，因為球證都有權俾牌你嘅。都叫阿隊長埋嚟，次嘢尾子要你嘅教練冷靜啲。ボールアウトという判定。今日有兩分波嘅判決，令到達川實咧好不滿。電送の判定。不過一般咧，佢都係比較冷靜嘅一位教練嚟嘅。咁可能佢覺得自己睇到嘅嘢咧係好啱嘅，咁所以咧就都比較怒躁啲啊頭先。咁但係冇辦法啦，最後判決就喺主裁判度嘅。不過對佢哋嘅打擊係大啦，因為其實佢哋喺呢一局波裏邊又係一路帶住嘅。呢個波咧就籃網球員係攔唔到噶啦，咁所以個波如果出界嘅話咧，就真係出界就唔會 touch out。一傳又唔理想喎，彭娜亦都打唔死住，分數平手咗噶啦，所以搞到啊達川實教練頭先啊咁嬲啊，因為好重要嗰分波令到佢哋領先兩分。定係俾對方追成平手，不過幸好最後呢分波咧都係佢哋攞。如果呢分都冇埋嘅話，佢仲激氣。咁呢個波咧就中道同都有啲怪責自己 set 得唔係咁好啦，因為快攻手係咁跳噶啦，你俾唔到落佢嘅手度咧，就係你自己嘅責任。安全起見啊，彭娜都細力啲開啦，個波出咗界。
咁即係變咗咧就電裝隊，最近係叫做衝到分，而家領先翻兩分波，曾經俾人追成21平手嘅。一傳其實麻麻，但係勝在咧就兩個沙積都犀利，今次又係由碧田沙積打嘅。田代佳奈美入替咗，佢亦都係一位托球手嚟嘅。都枕住係比阿彭拿維多噶啦，救到，但今次唔係比彭拿啦，唯有比自己嘅四號位，但係就打出界喎。石井李沙有啲猛，但係咁近主裁判嘅面前發生咧，佢應該睇得好清楚嘅。再次平手啦，地衝兩分，東麗又衝兩分，變咗23平。枕住都要俾阿彭娜噶啦，但佢打完一個攞唔到分，就俾對方食咗叉燒撳咗落嚟。其實之前如果你俾彭娜嗰後排進攻個點靚啲咧，彭娜打到落去又唔同啦。彭娜只可以做陰波嘅話就輸蝕曬，陰完佢跌落嚟嘅時候喺前排，你又唔可以再做俾佢啦。哇！反為東麗隊有 set point 先啊，冇咗一傳，又俾唔到彭娜，咁啊唯有俾四位手起咗。再俾木村沙織打到個觸手，俾唔俾入彭娜？一定要俾佢噶啦！但係又俾碧田沙織手起，俾入木村沙織。哇！呢兩個沙織搞掂咗你嘅啫，真係諗唔到啊！可以連續衝到分，東麗隊反圍咧，大部分呢一局嘅時間都係落後嘅。咁啊，最終咧就反圍佢哋贏25-23。咁啊，局數方面咧，現時可以領先電裝隊咧2-1。第三局的賽事就是東麗隊啊，後來居上攞嘅，咁啊睇下會唔會影響咗電裝隊嗰個嘅鬥心啊？因為佢哋大部分時間領先都攞唔到，第四局啱啱開始，好在就佢攞第一分先。不過其實暫時雖然佢哋落後1-2局數，電裝隊今日嘅表現咧已經係相當之好啦，可以話，尤其是阿彭啊，比佢第一場嘅賽事好好多。電裝隊第一場賽事在準決賽咧，對住台灣製藥嘅輸3-0嘅局數。當時彭娜個表現咧，同今日真係有天淵之別，所以嗰個嘅成績咧個出到嚟個戰果，同佢好有關係。咁呢場波起碼佢哋攞咗第二局啊，分數1-1嘅。不過呢邊要讚讚東麗隊個兩位沙積啊，碧田沙積。同埋木村沙織，當然其他嘅隊友咧都好有功勞嘅，但係佢兩個佢係比較突出嘅得分，咁亦都要多謝中道同啦，俾到佢哋啲波靚先可以搞得掂嘅。咁佢哋嘅快攻其實今日亦都係好理想喎，方木佢李香，咁同埋咧就叫做後備，今日做好多正選嘅球員啦，就係呢個葉健子又打得好好。好啦，打第四局邊隊攞啦？彭娜都要幾靠你啦！如果呢一局你攞到咧，就會逼對手要入去啊，打呢一個嘅決勝局。你啊，可惜咧就話喺第二局打得即係相當好。咁當然去到第三局咧，佢哋枕住啲波都係俾阿彭娜為主啦。咁但係臨尾嗰段嘅時間咧，俾彭娜啲波就變得唔靚，或者有時佢打出嚟啲波對方手起咗。但係呢度佢幫手攔網成功。其實好幾局波咧，電裝隊都喺個組段咧，佢哋係衝到分先嘅一隊嚟嘅。而家又係領先住三分波，一傳有嘅，俾到方木佩里香打得好靚。即係你話以快攻嘅緣木程度咧，東麗隊明顯比電裝隊好。當然經驗亦都達夠啦，包括呢個隊長。
快攻假嘅，真正俾阿彭林。呢邊被碧田沙織，但係地面手起咗，要再做，就變一變另外一個沙織放個虛攻。咁前排有佢兩個喺度咧，就即係分得幾混順啊！中道同嘅 set 喎，不過有時可能就係俾咗兩個沙織為多嘅話咧，嗰條線嘅快攻就會少啲啦。唔到位，哇！呢個背飛好難打喎，都係叫控制住先嘅啫。有冇觸手？球證話冇啊，個波就俾咗電裝底。佢仲係兩分嘅距離出現咗嘅，好快個波聚得，但係咁都救到，仲攞埋分添啊！呢個波就有啲誤會啦 ，set 塔又想唔切啊！即係對方其實唔係一個進攻嚟嘅，應該褪位噶啦，攔網球員嘅問題啊！咁其實咧就似野美子同埋咧就鈴木裕子都應該要褪嘅。太貼網了，單手差起就吹了，雖然話吹得鬆啲，但係呢啲波咧就紅谷英子都太過明顯啊，俾球證吹咗持球。五比五平手，四比一當時嘅優勢又冇曬咯。出界嘅，都送翻一分俾你。隊長都有啲大意啊！呢個發球嘅，未算好關鍵時刻，其實個發球可以薄啲嘅，靚嘅發球嚟嘅。但係對方起得靚之餘咧，又可以做翻俾阿碧田沙織，開得靚噶啦。其實彭娜呢個波，但係俾到碧田沙織個點真係好準，得翻一個難。佢其實兩條線都可以打嘅，直線又得。俾快攻啦，又好耐冇俾到啦，田裝隊。第二次啊，假嘅個快攻，真正啊俾咗出去出邊實井李沙度。嚟緊呢個做修正，球證就吹咗連擊。呢啲又一個比較低水平嘅失誤啊！真係笑嘅，可能個波亦都有汗啊！咁佢自己一猜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前後手啦。呢個傳靚好多，好清脆，有短波掩護，再俾個石井李沙去打。尤其是面對住阿中道同啊，中道同個直線咧就～開了個大窿俾對手去進攻，後排彭娜起到嘅修正打唔打到呢都要搓住先，但係好難打啊！呢個波除非你穩陣地放中間，但係冇威脅性，佢選擇去搓波去打啦。但係失咗之後咧，就係東麗變咗第一個技術暫停，領先住一分出嚟咧，就初初落後個一比四嘅，咬得住八比八。呢一輪俾阿石井李沙嘅波次數亦都多咗，不過當然啦，修正波多數都係揀少位嘅啦，佢亦都避到手打直線，太貼網形成個叉燒，好彩都仲救到嘅，再係俾你手風順啊嘛，石井李沙又攞一分。又到翻電裝隊反超前喎，下手升起，四號位打到觸手，呢邊亦都係俾四號位嘅啦。即係呢一輪真係好順啊，石井李沙，但係個波出界咧就冇辦法啦，做就做俾你嘅啦，即係修正波咧都係多數揀你嘅啦，而家就比彭娜嘅次數都少咗啲。因為始終嚟到第四局咧，彭娜嗰個嘅體力都有所下降，唔可以谷得佢太盡。而健子亦都開失呢個波，
繼續被電裝隊帶住一分。今日大川實教練啊，對於球證有兩個判決咧，都幾有意見，即都幾嬲下。而家都回復冷靜啦，因為佢不嬲都係咁樣，比較酷嘅一位嘅教練。個起波靚，個選擇多咗啦，唔可以俾到方木權力喺嗰個中嘅。自己嘅判斷失誤，咁又俾東麗佢上翻去領先位置，11-10。中道圖攞咗後排，佢話仲好啲，前排三個都高啲啦。第一個俾阿方木，但係打唔死。我放住先，有人唔啱打就俾到機會咧。呢邊做俾四號位嘅彭林，次野美子入翻嚟，因為佢上翻前排。次野美子亦都係入選個國家隊，所以呢兩隊咧就加埋有都好幾位球員係國家隊嘅成員啊。彭華初到個長線，日本方面嗰啲啦啦隊又係出曬名嘅，裝束好整齊，亦都咧支持個方式係好整齊嘅，有好多口號添。拉到網都起得靚喎，起得靚之餘有快攻嘢一掩，又俾呢個彈弓人咧。停在空中望住啲空位嚟到打啦，所以對於碧池沙姐嚟計咧，都彈弓人可能仍然都唔係咁好。佢直情停在空中咁耐咧，絕對係空中嘅霸王。盼啊，你嘅力量夠，扣球點亦都夠高嘅一位球員嚟噶。修正又係俾你噶啦，你要做好準備先得，快啲褪後。今次咧就因為佢亦都褪唔切快攻，亦都上到咧，就不如俾快攻仲好啲啦。次野美子啊放咗個音波，其實呢場波到而家為止都相當緊湊，相當刺激，可觀程度相當高。靚嘅一傳俾阿方木去點住先，再做過，哎呀，但係過咗網。呢、這個波就方木佢咧要負上全部嘅責任啦，因為佢嘅起波嚟嘅，佢嘅一傳用上手一起準備上啦啊！但係因為你準備上咧，就有時控個波冇咁靚啦，推個波俾對面食叉燒。修正球，吳川沙積打到觸手嘅，對方起到個波已經係落咗地啦。所以呢一輪咧都最多係帶住兩分啫，都少超過兩分差距啦。係開頭曾經4-1帶過三分啊，電裝隊。而家兩隊邊隊領先都好咧，都真係一兩分到，好緊湊。係頻頻失誤喎，隊長啊！呢段時間頭先喺個一傳度推咗叉燒，呢個發球亦都直接開失。又俾翻兩分優勢俾電裝隊，過埋佢先，但要做個防守啦。打埋個靚波就有三分嘅領先入去技術暫停。喺呢個第四局嘅賽事，互有領先過嘅。呢個三分嘅差距算係大啲啊！而家就係電裝隊咧帶住三分波，動力嘅進攻。呢、這個波就係標誌江外撈到過對面嘅，咁所以又俾中東麗佢咧就又追翻一分，絕對唔想俾你有四分嘅領先啊！即係覺得三分都有一個極限啦，曾經領先過4-1，頭先16-13兩度都係俾電裝隊領先過三分波，但係電裝隊即係都有個經驗㗎啦，第三局又係咧好大部分時間領先住，都最後要輸啊！
即係個後勁好似咧，真係冇東麗隊咁好啊！幾個波都係喺第一個結束暫停，好多時咧都係電方隊啊有領先嘅。不過佢哋成功咧就搶翻一個第二局啦，當然啦，但係局數而家留緊1-2嘅，打得相當正啊！呢個波回轉殺擊，又去翻一分嘅落後一。帕娜打出界就平手了，帕娜的表現直接影響了紅裝隊的進攻的能力，千萬不要跌窩，不過體力當然消耗都很重要的了，他又沒怎樣休息過，又經常都要他跳，其他強打分不分擔到啊，救到少偉也挺多機會給到石井李沙的，失策失策呢個波，檸木魚子應該升波嘅呢個做修正嘅，尤其是啊石井李沙個手風都唔算曳，竟然間自己放個二段攻擊攞門，推翻個四位，彭拿救到，修正二號位陰波有啊，到啊次野美子攞翻呢一分，呢個波好難打嘅其實。放虛攻啊，叫做好做啲。如果真係打落去咧 ，offhand 波好困難，起碼平手先。因為頭先又俾東麗隊反超前佢哋一分。後邊有人走，真正俾後排進攻，撥多少少向上個波就搞掂啦。但可惜呢個波，紅攻英子啊，嗰個手板食唔應個波啊。擦一擦個手指尖啫，否則個波第二下應該冇問題嘅啦。我都相當勤力噶啦，今日見到啊外援啦，多明尼加嘅球手嘅朋友，到位嘅。都話呢一輪其實信得過嘅都多過球員噶啦，石井李沙都喺個四號位位置分擔到咧，就唔使彭拿打咁多後排進攻噶啦。儲緊啲體力，希望佢嚟到前排先俾多啲佢。十八平手，到位，快攻假嘅，真正俾阿碧田，連殺直又喺個搖位得分。當佢打嘅時候得翻一個難嘅啫，其實中間飛到埋嚟咧就唔係太到位嘅，井上奈奈珠，所以基本上得一個難，咁啊冇辦法成功難到啦。呢、這個音波好毒，成個動作好似扣殺咁嘅，最後嗰剎那先至收力放個短波。都要找一陣啊，石井李沙喺呢一場波嘅表現啦。十九平手，個波一過咗網，聚得好快，成功直接攞到呢一分。又到他哋領先翻一分波，貝飛又有啊，又咬得住二十平。其實以表現嚟計，呢場波兩隊都真係打得好好，尤其是電裝隊啊，以佢哋嘅實力咧，同對方咧有少少距離之下，都仲喺每局裏邊咧就咬得住嘅。即係暫時嚟計咧，喺準決賽幾場波咧，呢場係真係最激烈。暫時係最好睇，分數東麗隊領先一分。就一個時間差出嚟，但係唔係好呃得曬，但係好彩啦嚇，都仲可以打到個手尖咧，成功得分。攞分嘅就係井上奈奈珠，大中李步入替又係同樣嘅做法啦。嚟到做一個嘅籃網，隊中咧就身高就排第三啊，即係除咗彭娜之外咧，本土球員係第二高噶啦。哇！呢個波就直情刻意向上打嘅，好成功啊！籃網球一掂到個波就炒得好高，去咗後場。都係相差一分啫。
喂，而家就係電裝隊落後一分啊！局數咧，佢哋落一比二，心理壓力就會大啲，因為呢一局不容有失。盼啊，個波夠勁啊，但係俾對方攔到揼揼掂喎。啊，呢個波就關鍵，因為盼啊，如果攞到分，同而家咁樣俾人攔死咧，對於成隊波嗰個信心問題咧係兩回事嚟嘅。啊，更且咧就東麗隊而家領先你兩分添。又接近呢個25嘅分數啊！再難到呢一分，俾對方攞埋就弊家伙噶啦，要做好個籃網先啦。出咗界，呢個波咧就選擇避守，但就揩到個網之後，個波就出界。起碼電裝隊咧就制止下對手，唔好俾佢到咗 set point 先。但係人哋一傳靚，你就真係好危險啊！之前話個波出界，咁所以平手波啦，23平。哇，係咪揼落個頭度啊？係咪派咗餅咧嚇？波門呢個佢又係望右打左邊線嘅，即係自己一個邊線嚟嘅。佢就唞唞換入咗咧，就係小平花織，亦都係佢哋嘅 match point 嚟嘅而家。唔睇你個開波係咪可以即刻攞到分啊？一傳麻麻，但係都升到俾盼啊，升到俾佢機會大啦。但係對方手起啊，勝在咧，終於有一個靚嘅籃網得分啦。因為其實全場波唔係太多啊，有分難嘅就係隊長次野美子追成平手打 Deuce。彭娜的開波，嗱呢啲關鍵時刻咧就應該收力，唔好咁搏，冇錯，都開得好嘅。但係呢個又係好嘅，啲奇沙積，琴日一路咧嗰個嘅得分百分比又係高嘅，仍然都係佢哋嘅 match point。換入埋咧就田代佳奈美呢個投球手入嚟。直接由發球真係攞到分喎，對方一傳咁樣失咗，喺丟時之下，東麗隊就贏26-24。哇！呢場波其實電裝隊已經打得好好，輸得都算幾堪高可以話。不過每一局波都有所交代啦。咁最終東麗贏3-1嘅局數，咁啊變咗佢哋喺準決賽三場波都贏曬，咁反為電裝隊輸兩場贏一場。入去決賽機會就微啲啦，今集時間亦都夠啦，你講講。